金边，金边台湾关的番号，啊，请你来只演讲哦。我这边听我几多爽，因为你金边用时间吼较少，所以我都畅所欲言。你今讲了真正，我相当的感动。我是台湾前途，我是在座这拢是，大家拢有自己想法啦吼。我是这两代可能一个人无赞成你的看法，但是我是百分之百支持你的看法。这个我多谢这个家人兄吼，伊摕着你送我一本，我就随摕去看，因为我买台湾会馆吼。你挂台湾的名，伊就着讲，恁人代志爱做，出面拢免做，啥物啥物吴国桥纪念大会啦，啥物小，就安尼庆祝上实际。迄拢甲台湾无啥关系，会馆就是要做伫台湾发生，伫美国发生代理人的活动，阮才有注意啦。所以阮注重事实，伫美国。台湾关注重人，台湾就是注重二十八事件的教育甲纪念。伫美国就是希望大家咧听所讲上界重要。台湾关系话，关系到台湾甲安怎嘛，要一摆做美国人的关系。我足同意讲，你唔讲台湾关系啊，偌济人知影？伫美国，我就有一百万人代理人，有几个人？真正知影讲，遮尔啊重要，诶，即个美国的国人，所以就教伊啊送我一本以后，我三点钟，即本就足好看，字大字，内容也真简单。啊，我，歹势我接落，我先问两个问题啦吼。我讲一个感想啦吼，你若一本册还袂看吼。因为台湾选举啦吼，当然袂当讲讲台湾选举。我定安尼想讲，若讲明年一月十日蔡英文选输吼，迄是不只其他，因为蔡英文是起码有史以来美国政府上欣赏蔡英文是台湾的领导者。你即不是我老实讲吼，上加精彩的吼，就是你来访问一段，一带你写一篇。第四十当啊，你是搁写只用伊四十当前看，搁四十当来检讨这篇文章，我感觉所有台湾人拢爱来看。我讲内底一句，我感觉大家爱思想，足其他人讲感觉讲伊想的就是对啦，恁想的拢唔对。大家拢讲恁台湾的政府无够欺骗，小英无够欺骗，吼、哦，也无看美国的立场安怎讲来。我念几句啊多吼，84啊吼。伊讲，台湾在这个处境下，台湾必须处理一个永远存在的问题：负责任的和解是不是要比永无止境的对抗来的？这里，四十三号一马阿哥求见台湾。台湾的原粹就是讲台湾离中国太近，台湾若是会当予一个风台陪咧，美国就从台湾走了独立了，就是一个歹处境。啊，你若讲啊，中国怎惊咧？虾米济呐？那代理人讲一句话啦，应该放弃美国籍，等于台湾按作为台湾人共存。安尼才是一个负责任，啊无你就台湾的前途和台湾人家己去做决定，袂啊？来，我们讲上这样。各位诸位，从这个角度来看，台湾内部及太平洋两岸治理的警示精神主义啦，吼，警示资源应该是两个字：谨慎。这就是我现在支持小英的观点。小英是一个足稳定，伊足 smart 人，伊规世人就是含。全世界的国家咧谈判，台湾人无啥物谈判的筹码，台湾会当谈判，甲真徛到遮济。小英是一个点点真坚强，
点点去做代志的人，不是，我想在座才可能有个人支持，有个人同意，但是我希望讲，你请这两句话，给大家思考看嘛。敢是你都爱发，照你讲的，都爱发，我表面做到，发到足大声，你才会爽，还是你内底一步一步向安要所爱的方向一直去办？太谢，我习惯讲的上句啊。来，今仔看大家有问题无？大家注意，因为好来，下面问。请问一下嘛，那个《台湾关系法》是怎么样成立以后，为什么在2013年出了一个 TPA 法案，《台湾 Policy Act》出现这个法案？是不是《台湾关系法》在某些规定上，在实质上有些不足？第二个问题。我们可以看到台湾关系法在美国历任的联邦总统的带领下，他对台湾所做的很多事情都有所不同程度的差别啊，这层差别完全是靠那时候的总统来决定啊。现在川普的做法跟奥巴马的做法又差很多，根据台湾关系法下做多做少各有差别，那这点对我们台湾来讲，你刚才讲的自觉哈，刚好我们这里面有一个台湾自治政府的总理在这边哈，那对于讲台湾自觉，是不是他这个自治政府的这个想法，是不是就符合你的自觉的条件？那为中华民国这个体制，美国现在不断的对他越来越好，是不是承认这个为中华民国就是台湾的第一个要代表台湾的政府？美国是不是已经给了承诺，还是？我台湾可以，人民可以自觉说，我要成立另外一个像德莫卡拉西的不一样的政府来代替现在为中华民国。谢谢。我来讲一个问题哈，我可能无正面给你回答这个问题，因为迄阵啊，当初这个案提出来时，我唔知这代志，但是我甲伊讲，我知影的几项代志。当初去创那个台湾关系法的时，北京非常的不欢喜。因为北京已经去从台湾甲踢出去啊！你去七二年就讲，听着讲啊，即摆说个迄个外交部长带伊个人吼，啊主动行出去，欢喜到来不及。所以四个月就去创个台湾迄个上海公报无？上海公报本来是看安怎？要美中国要求足济，包括你袂使讲一中一台，袂使啊，包括你袂使搁讲台湾人爱主权。但是美国甲伊答应我的，后来甲伊答应讲，我甲你认知什么什么，啊，这个认知中国人安怎写？伊叫热现人。啊，你甲现实对看卖，你嘛会使翻译做认知，嘛会使阁翻译说现人，啊，你也无讲唔对。因为平真狡猾，伊去选择现人，啊，你讲。台湾人选择认知，台湾人平平做选择认知，同意思你知不知？啊，这里是讲啥？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认知。搁讲啥？台湾的问题有两边的中国人去讲，当然我加一句，按和平的方式去讲。但是有两边的中国人去讲，台湾人是倒位？台湾人识讲无？我孙阿公。中国那边坚持讲吼，啊，台湾人的定义，啊，有两边个中国人来迄个投票，啊，来观光，台湾人的定义是什么？台湾是什么？伫这个时阵，这台湾关系法，迄个是414票，总统我都改无，我都改，总统真无爽，但是我都改，但是总统一直咧想讲，看安怎样啊，去改。Overrule， 啊，佫无法度 overrule， 因为超过三分之一的迄个出席的门槛，佫无法度 overrule， 所以去拜托国会，看你有法度佮再佮讲一下安尼吼，较有法度我才接受的无？国会讲 no， 三摆的决议讲 no， 照常佮再照迄条法律安尼来，迄个伊就无爽，迄个时阵的迄个总统叫做 Clinton。安尼你做安尼，后来提供咱给伊一个无新闻的新闻，我已经关机了，我不要提到等。
啊，你若是无要证明，我假毋知，迄就是像叫模糊焦点啦，有无听到无？听到无？所以模糊焦点，你柜台你安怎解释？柜台你安怎解释？就是为了讲安尼，我做推啊，这个可能就可能就问这个问题。啊，人听着讲啊，你讲王王立雄，你可能唔写好，啊，你去找找错人，找唔着人，我无。啊，我开无，可能就来问我。老王，我咱两个写好，啊，我天天讲台湾做些大事，啊，你爱我安怎做？我嘛唔知，你安怎讲？唔，你会当做或者做或者，以后来加工就算。即摆吼，咱呢个台湾较好，因为美国有关系吼。是等于美国的国务副卿，迄伊个有一个，伊个做迄个 assistant secretary， 吼，美国有一个迄个国务卿，迄个家己讲 state of gun， state secretary， secretary state， 啊，然后佫一个副国务卿，啊，一个叫助理国务卿，啊，台湾迄个时阵，佮美国的战士是助理副国务卿，就是。我把他设起来，他说我把你设起来做第一站的，好不好？好吧，总统不能来，外国部长不能来，没几个人不能来，包括台湾的那个张军总司令也可以来，啊，但是有声无无，那时候都没声闻，到底去年才给他声闻，声闻就是台湾的演员，大家说好不好？你演员努力说都不好，那也没声闻，这摆声闻才有效。台湾人拢足爱去读迄、那个法律条条文，但法律若无条文，迄个假。我跟你讲，什么叫做政治，叫做法律？法律就是足济代志，伫遐咧讨论，那伫遐咧迄个推敲，伫遐个交换，交换了最后底下个得到一个缓冲的迄、那个缓冲点 ，optimization， 迄个叫做法律。啊，政治是什么？政治就是包括迄个秘密，你咧政治交易啦，即你袂使讲，你拍死嘛袂使讲，留伫互历史家去写。但是台湾人做个学，可能不要去学政治，就是不过啊，莫怪个台湾人哦，啊定去学伊个中国人定去，啊定去学伊个去吃口饭，叫台湾人叫去中国吃口饭，啊就是移民台湾人。有法律啊，无有政治，包括台湾的总统嘛，同款。你讲看伊个伊会做啊？无陈水扁，伊嘛是学法律嘛，无有政治，所以莫管美国会接受伊。你是麻烦的制造，我无爱甲你讲，啊你讲，你就是讲就是讲，啊你多讲唔得，多你就对。所以假使你若要甲请，你请就请去。我是陈炳顺，历史协会前任的会长，啊，徛一只，收到杨会长的拜托，讲我就要来遮介绍两个姓杨的少年。第一个就是艾森一样，22岁，大学3年，过去2冬。暑假拢伫美国国会伫遐拍工，伫遐实习。9月初，又写一篇论文，发表伫台湾黄先生我有伫讲个，伫美国国会论坛啦，吼 ，American Legislative Exchange Council。短短的论文，但是读了后感觉讲无简单。第三代台湾囡仔会当对台湾关系法真呾用心，哇，写了真感动。我甲翻做中文，
啊，这边我放伫一个主要一个诶网站，你若去看台北人历史协会，甲拍落，内底有五篇关于黄仁祥先生的介绍，啊，甲伊的书店。我是二十年前台湾关系法二十周年的时候，才开始认真读这个关系法。啊，希望台湾的人会当为这个台湾关系法来思考台湾的政治前途。这是。艾森一样，伊写这个论文，我想讲是因阿公杨家友叫伊写，结果唔是啦，迄是伊实习的迄个老板吼，讲啊你台湾囡仔，你对这个台湾 Relation Act 了解偌济，你嘛写一篇。啊，要佫介绍另外一个台湾囡仔。就是即马愈来愈有名 ，Andrew Yang， 你若有时间看电脑、看手机，你著去拍 Andrew Yang， 伊真可能会代表美国民主党出来含 Donald Trump 做一拼，哦，多谢。我叫做讲的一寡物件哦，这个历史的这个博物馆内底，真正这种重点，台湾的所有政治面上的人应该爱来读这边，对后边台湾边那行，真正这里也真准，因为安弄盲点，因为安尼祖国底下，安对祖国的关心有阵时足一尖的就对啊，有是讲对甲唔对，有是讲。俺可能有是上界客观的角度来看，变啊做是上好。因为伫七十八啊，伊只嘛，我嘛是感觉写了够好。时机的 timing 总是政治决策的主要因素，环绕着台湾未来的这个难题，是一个十分深奥的例子。我讲这是讲了两块代志，我是讲分析。这比大家看，我感觉这真正，大家要思考台湾，因为台湾即摆从来无讲改变。到底你是要听倒一条路？不正常的吼，这大家来迄落，就啊，迄落我讲一个问题，这台湾关系法吼，你即本册有将一边的迄个抵抗什么迄个吼，一拢写出来吼。啊，我是足好奇讲，因为台湾关系法二十周年的时阵吼。会馆八百三日，我二十当前哦。会馆迄阵就着重视台湾关怀，办三日的活动，来引起台北人对台湾关怀的注意哦。迄阵是邀请长老教会的王在元牧师，佮邀请潘明敏教授。听讲台湾长老教会有呾专工来遮参加这个 hearing， 啊我感觉这些人拢是台湾的英雄啊！为着迄阵国民党政权敢出来美国做证，这真系足伟大啦！我从即马转来看吼、哦，这可能真正台湾人做袂到。迄阵台湾出来只参加迄个人，你敢知有？美国为着这台湾办的迄个人是有规定，啊，到底有偌济人出来，你唔知清楚无？吼、哦，我对这个事足有趣味，这一定要留落吼。这迄个人。我那是讲吼，我来美国第一个月个半四十五天，我就办第一个的 hearing， 是伫学校边的。迄个时阵讲到底，中国中学会是代表台湾来无？啊，我讲无。结果讲啊，中国中学会已经学校承认，已经一久啊。啊，你台湾中学会，我也毋捌甲你承认过。啊，你叫我甲你承认，都不可能。今年学校跟他接受一个名，我去给他挑战一个。
头顶这个是第一遍的挑战，已经受过。你敢晓在了？我派所大个甲你考试，教授十五个，学生的代表十五个，三十个甲考试。我考试了成功，大家都讲不可能。你拄来美国尔，你英语哪会通？伊在问啥，你哪会知？啊，无我唔就一个红包去甲伊，去甲伊包红包，一个一个包红包，啊，无变做，伊却未得唔爽做。但我阿你讲第二个咧。我是在国会办的最后代表台湾人，就是我去甲拜托，所以就是这五十个代表，四个人代表。后来不是四个人，变成五个人，我硬在拜托拜托台湾人变成两个代表。啊，那现在台湾人代表，啊，那有遐国民党的代表，那有遐什么其他的代表？啊，大家人，我爱到因做诶，台湾人那是中国你扣把油啊，看你安怎去介绍你家己去介绍。但管什么台湾国内发生事。我去总总统的嘛是爱国，这个有美国的政府的代表，佮包括有美国军中的代表，即边佫加一个军中的代表。台湾人佮边加几落个代表，因为包括因为这个说签了一个军方票去争取，所以台湾人代表加几落个。所以现在大家讲，迄都拢做运作，因为每一个拢写文章，我咧讲，真正讲。个人各一个人的观点吼，啊，就是各一个。我说你咧讲，这拢是真的。但是我咧讲，迄是需要吼，是这个提亲，是假的。那就讲你一个早间要嫁，啊有一个规矩。恁早间啊穿第一件不水的，第三啊后边头前爱头前爱有几条迄个规矩，啊咧啊两穿啊袂歹。那是第一件，那是规矩。那是罔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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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最后的决定，那有不不重要，不重要。我安怎解证明不重要？因为后来因佫跟我讨论一下，这才是变做机密的，这是证明的，袂使讲。比如那个查证了后，你袂使讲其他人删的。所以佫继续啊，佫了解，佫继续了解，佫跟我佫重新去推敲，安怎来的？佮特别佮袂使，原因是我无美国来过来，伊袂使佮我讲话。所以咧，台湾人吼，我咧讲，教授讲，你爱去俄罗斯咧，俄罗斯咧，怎有一个人问我？啊，那你无俄，你无俄罗斯，我人，我讲我有，我讲四百二十四个，你咧佮俄罗斯咧是四百二十四个，就我一个。啊，我只是讲讲国话尔。啊，我若讲台湾人搁加落去，大概搁学了爱学了嘛，这个无法的，对无？爱学了无法的，所以我无人去就无一个，我无人去就个。所以你咧讲也是对，啊，因遐些人对，但是唔对一项就是拢做奖了，所有的功劳拢归给因家己，每一个人写的啦。安尼唔对，安尼对迄个可能目标真实嘞，对。因为就是说嘞，对四百二十四个讲的议论，就是嘞，我要写的就是讲这。所以老师讲出侪代志，我其实是无多了解你讲的，但是我知影你是做有经验的吼，也嘛有真正有做遐侪代志。我头尾若无清楚，就是讲，咱咧讲台湾关系法的时阵，可能即嘛咱台湾人，但是台北人习惯，还是讲是台湾的人，咧做和咱台湾诶有关系，是做一项有冲突的，这点我无多清楚。就是这個台湾关系法，啊，咱像咱足侪台湾人咧讲的，无论是讲咧讲台独，还是咧讲独决，是，因为伊头咧讲迄个，
自县吼，迄、那个入殓迄个代志，迄个枪炮我无做清楚，我唔知你我多少我解释一下。亲戚人咧爱讲吼，自县啊爱正名，啊爱入殓，一家人发生我看到无？因阿仔伊就是讲，因为这是可以，啊要建立一个搁较好的台湾，这足好。靠的台湾包括什么？安全、经济、文化、经典，台湾变作一个现代化、现代化的社会，这非常好。对伫一个龙武的第一次，龙武的二八了后，设立了后的台湾，什么都没有，而且废墟，啊，变作一个一流的一个社会，啊，搁安定。安全的社会，啊，这是台湾人爱要提出的迄个解决的三个条啊，这条啊就是爱制限，这条啊爱正名，这条啊爱入殓。但是你若早当国内完了，你就感觉这三项无重要，你就是因为你唔知也感觉这三项重要，这三项美国主动来赞助你，摕几仙钱。我那爹，我话你，我讲啥？一阵都无，伊白白送我哩。大家听咧，唔讲按台湾咧，迄个你交换台湾是可以交换啥物话？你暗中甲伊啥物暗盘？你台湾啥物暗盘来讲？无，因主动来听，爱来听伊，可能我就是解决因这两个人的背景，可能阮票因为本来就是要做台湾的总统。因为你是本来伊在读中国政治、中国历史，啊，伊若是无个感情，伊哪会用个台湾人走去呢？咱唔接无到。啊，我去找伊哪会甲讲吼？你伊个台湾问题，叫拢来我包办，我拢甲你一手甲你包办。我以后呾分开做，别人去做。我怕是起码别人去做的事，我甲你包，over rules， 你做事。所以我后来我写批号的时候，打回批。我去年写批号，用咖啡杯。我安尼真好咧，一直写一直写。我是讲阿好，你要回唔回是恁家的，我一直想去写。后来我你来你来。所以有时啊，咱的迄个了解吼，迄个错误的原因，就是一定有一个真重要的，咱唔知影。对，有时啊真重要，咱唔知影。所以唔知影，咱就压力细细细，细块压力细细细。找不出你的那个拍死家的所在，那个跑不开。啊，咱今仔在台湾呢，第二栋真是可以，啊，第二栋跑不开。我今仔有一个，鼓励我家己，勉励我家己。那亲像在讲鼓励我，也是讲我伫美国，伫国外咧做政治，那亲像啥物话？一只好心，一个基督徒，啊，迄基督徒伫遐咧尊重我。啊，有好事，有滴，咱要记住啊！啊，然后你记住嘛，伊若底下去，底下再跳袂出来，我就开始死。我咧做这个运动，但是一只好事，底下在弄袂出来。啊，为人嘛是意思，嘛是可以，但系弄袂出来。啊，所以讲一个搁较好，啊，迄、那个较好就是，这个正面入面，啊，因会去想这个呢，就是发财的。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问题？你现在开始讲，现在比较开张了，好啊，阿弟，请教一下，我在台北跟北社教师联盟合办过一个台湾基本法的研讨会，刚刚我想确认你那一句话，你说台湾的基本法就是应该是台湾关系法，我想确认这句话是你是不是这样的意思？第一点。第二个呢，台湾关系法规定说，美国有义务提供台湾人民武器。这个台湾人民有没有包括现在的为中华民国政府？谢谢。台湾关系法不包括中华民国政府。这是我都得这是台湾关系法不包括，台湾关系法不包括，这个要中华民国政府，这是法律的真相。但是，那就是很多感官，
宪法永远有包括政治的参数，政治的参数就是咱常伫咧讲的讲，叫模糊焦点。伊无要甲你讲甲你足清楚，袂使讲因为这都无，所以这无影响，无包括在内。啊，迄是法律的参数，法律的参数一定爱讲，啊，这都无写，所以伊这个。因为迄个逻辑，迄个伫个推敲方面，即个就变作伫个外延，不是伫个内底。当你若有证据的单词，你是包括内底。啊，基本法啊，基本法。伊个是迄个什么？迄个基本上我唔知，但是迄个台湾法律法吼，是真正是美迄个台湾其他的基本法。However， 伊这是美国的国内法，所以咱若来讲，我无爱。到我过来玩，美国许多地，啊，这个就是到基本了，所以这也是基本的也唔基本了，因为这是美国过来玩。好，等一下。讲到我过来玩，我班过，到底一家地人还是啥？因为到我过来玩，我个人的感觉讲，伊的精神。就是来保护台湾的特色，台湾的当地比较多特色，我认为是上重要的。所以头先讲的讲的对，那个叫你讲，伊是模糊观点，但是伊的国家都认真，用台湾的用的强安全，大家是民生健康。所以我捌问过遮，大家拢知伊这个生啊吼，认真在台湾。是马英九上台后的朋友，伊加做过特工，诶，出兵，我来讲，迄阵一只官方有办一个，那是台湾国内外的一个生命，伊就归咱美国来开工，我就问一个官方，诶，处长，台湾国内外内底拢注重恢复台湾人民的人权。我讲，那有一日台湾大部的人权，干嘛讲台湾应该爱全部独立？你也看吧。啊，那这个对不对？我问你，伊结论是安怎？伊讲，若经过台湾关的话，那是台湾百姓做这个决定。你讲对不对？伊完全就是支持台湾人做决定的。连田振兴、田建生这个100%亲妈的一个外交人，我就伊嘛说，都是恁亲妈安尼讲，伊不管到国外来，台湾关的关来，这就是，这是外国人嘛，我含恁不要，啊，台湾想讲的都是过来的地方。你有什么？你大眼睛大眼睛哦，大家都明白。我目前做的时间拢是台湾那边啊，建国啦。讲建国可能大家听无哪解有啦，但是有的时间台湾的问题上重要，咱有分两部分，是国际上、国际社会安怎看台湾？2016年，菲律宾一个中国在南海问题产生纠纷。那么，伫这个海洋环境，讲这个文内面，包括文讲基本法，讲台湾是啥物？当然是台湾 Authority of China， 中国跟台湾中间的，这是国际社会2016年重新的认定。但是讲台湾这个文这个物件，目前是台湾 Authority of China， 中国跟台湾中间。咱来跟他看清楚吼，这个部分。那么台湾内部的部分，台湾人咱必须要分得清楚，中华民国这个政权，甲台湾人，中华民国人甲台湾人有啥无共？咱来分的好势。我以前我向大家日本人讲，你哪样分台湾人甲中国人的无共，你就难麻烦。因为我必须要甲台湾人讲。台湾人，你哪样有中华民国人甲台湾人会无共？你就人无问题。这就是咱台湾必须要面对的问题。咱拢已经被混乱起来，所以台湾的状况，咱必须要面对。
就是他即马我不是在讲，哦，王林总经理在讲，最后而且用主观来决定代志。啊，即马英雄银行有两个人，啊，台湾人到尾啊，多数人决定咧，变成一个国家，会使，但你要表示，你要表示出来，安怎表示？就是用点一票，一个人一票，去选出来这公道，来表示哦，国际上来看。表示哦，世界各国了解台湾台湾人的心要安怎？这也不是目前我们台湾在推动的，这叫做主观公道 （self-determination）。家己来决定家己的未来，家己来决定家己的前途，家己来决定咱家己要变成一个国家。刚刚讲的话，目前对台湾非常重要，因为台湾那个不是国家，所以必须要用关系法。这个物件来保护台湾好，照顾台湾好，还是来个维护台湾的安全，这个是关系法。最近美国有一个香港关系法，这个是香港的 policy act 的政策法的。为什么台湾呢？因为台湾不是国家，香港不是国家，所以他也要用这个法案来给保护，来给照顾，来给主动，来给照顾。但是台湾有一天变国家，有一天变国家的时阵，这个台湾可能会变成掉的了。所以，就像必须在日本有一个安保条约，哦，这是条约啦。因为讲台湾，那必须在日本的关系法袂啦，因为这是国家对国家。所以咱台湾人要行来最后要清楚的，要努力的要拍拼，最后就是爱护台湾。变成一个国家，才有法度通解决所有一切问题。若无，咱去管拢比较济，无咧遐济济。所以目前，咱来看清楚，台湾目前伫遐咧管理的、咧统治的，是中华民国政权。所有足济国家，伫报纸上、伫媒体上，拢讲含台湾。几个国家最近做一个国家向台湾断交，不说开车讲啊，台湾向什么人断交，还是做一个国家向台湾断交，也歹势。吴钊燮写作政策，中华民国外交部，所以咱家己一定爱会晓分辨适合政策，唔通不识量唔知啦。人是向中华民国断交，也向台湾断交。拜托各位，这个观念一定要清楚，要清楚。台湾最后一条路就是看到一个人 ，self-determination， 家己主观来主导，主观来决定咱家己的前途，主观来决定咱家己的未来，才有法度能解决台湾问题。我这是我个人主观跟感想，感谢多谢。新部的刀子不是刀子，我管着你是你刀子的，你是刀子的，啊你哪家的公司？你家底下的啥子？你是刀子的？你打工的，你可能就以前那里在现在买的什么那些的，新的刀子是刀子。
这里没来往过，这一下我的建筑过来问题。那大家都做个弄点专业主管，一下专业大家弄点方面闹点，啊大家做下去公司，啊大家都平台这里，那就是个公司，这边搞这边搞，大家那边搞这边。我来开工，但是工资就是没钱。那你那里太便宜，这这地方太老不得了。我这个，你搞的一千七两年又十三，哎，就这么多地方，就这些，我就把你给他给你弄这些，也是很少，很少，很少。是，你找的我做。一七七两年开始修台，一七八三年他修台他台我台呀。然后一七九六年，我们不爱独立，我们合作一个国家叫做美国合作国，我们叫做 State of America。现在合作国十三个国家变成一个国家了，因拢登记变成一个州，又国又国独立。后来大家都讲了，这个美国独立变成国独立州，变成国独立州就是，我们这边是国独立州，国独立国家。什么叫做国家？告诉你来，什么叫做邦联 （Confederation）？ 这个东西完全就是国家。告诉你来，什么叫做 Federation？ 这个东西完全叫做州。美国怎么变成州？就是个国家里面，对不？所以美国这边就做这些大陆，咱那大陆那些台湾大陆这边，美国这边就按这按照这边按公安条例做事噻，我跟你讲，美国本来就做事，后来是那个联邦，联邦了，他们这里第三任总统，就是这么子，他们是这么子，一边接着搞联邦的。就是路易斯安那做的，没听说过，你大家拢知啊？路易斯安那有研究，但是迄个那路易斯安那个呢，其实是十几州的，看得出来多好的。其他看叫做路易斯安科学，改变迄个时阵的迄个风格就是路易斯，在十五啊，就是大概是路易斯十五，路易斯十五还是比较无钱时，啊种。对这一百个呗，为啥？这一块美国干啥？美国修台，美国修台，美国修台了，美国是一个台是，美国爱叫美国爱把它归上，国家时代那个啊，国家话台是爱归上，爱归上啥？这美国台那个什么国家？你没归上，你就说废话，你就说多少废话。没什么是吧？啊，我就觉得是你这边是大家，改变个，就是要改变个。第三个那个呗，阿边那位，阿罗斯卡，对不对？这边阿罗斯卡，阿那边个对，我给小哥背过，呜，他说给你几个背背过来了，背过来了，对不？阿边个就是阿那。但是好爱吧，国人好爱吧。美国土地买来了，美国阿只个，变来做美国干部。买来了，你家己去经营。阿看你要做，美国阿是你要干部的。美国给你有一个自由选择机会，迄个叫做自由，迄个叫做自由主管。所以从这个精神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那个总统叫做威尔逊总统，以前是个 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 跟民族主管，一直没有为了名，叫做平民主管，一直叫做 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 民族主管。
啊，这个民族同胞，其实伊这个所学的，就是美国因咧合作一个美国，迄个美国遐个土地咧合作，美国的这个国家，所做的同款，所以当地人有一个所建的团，啊，所建的。你当地人有人参与参与办的人，你就当下互国会去审查，啊，国会若审查通过，你就开始抽。所以这五大个抽都是用这个方式去审查，啊，审查来个钱，大家拢重点来讲个钱，啊，你大多知影，这个是普通的，普通的知影无？我跟你讲，普通的就是你国家向西班牙学来。西班牙是倒位？不是伫个欧洲的西班牙，是这英国的这亚洲亚的西班牙，伊本身叫西班牙一个红旗官，太小台。西班牙历史，啊，美国同款啊，还不一样啊。你讲讲你讲，比如讲在当地，你当地叫做菲律宾，你知影？这当地是，我当地讲。菲律宾到来，菲律宾的人做个公民币，那变成比较好。好嘞吧，这就是世界第一家哦。啊，看到哎，做别国家，做别个独立，哎呦，喵，他不是太厉害。从这边哎，菲律宾在做，大概全世界上盖，也上盖来菲律宾的。你若看菲律宾，懂啦？啊，迄个。你讲哪里卡？一点不卡，你看我点，你看，你一点不笑，一点不笑，同意，你是同意，好，你话起来啊，我再讲多一个，你再讲咩？今天好天，今天，啊，我这边穿的同意，不笑，对，你讲多一个，我那我的穿的，我的是个人穿的 ，my option。My option， 我这边把你讲，还是咩？家己做滴，还是现在，是不好的，还是咩？个技术真不好的，因说的安怎？每五年我哩一年就投票，投唔得几十票，几十票，一投就是现在，我也是现状，现在我也是现状，你遇到我也是现状，我怎么反正？这些国家，这些状态，你看这个，我到这里说，发现你的安全问题的，对吧？没去关注安全问题，这些，你讲的你完全完全不懂，但完全不麻烦，你完全，啊，老婆那个老婆的问，所以你讲的继续这个刀，这个机器这个，我到这里说，我到这里讲，还在不懂的。大家聽講咩鬥咧？你嗰啲咩喺度？我想講，我同你講，我你講邊個？你普通邊個？邊個係同你？同你呢家地啲啊，做啲交易，你邊個都冇嘢。所以我喺度咧，啊唔是講呢個邊個唔可以啲交易，啲卡打就鬥唔到嘅，啲卡打就鬥唔到嘅。所以咁樣喺度嚟講，愛知要緊要緊。你個到底是同你國家住，你個國家，我同你講，就你兩百天真係事，咁好就上嚟講，呢個上嚟招，我俾到你，我驚佢，你哋要放膽，你哋年紀大咗，放膽唔俾到你，你驚我做得出名喎 ？United we stand， 你行多住你，你啲國家係我，你拜登。回报，你若回归希望，所以南方坚持，我一定要做你。阿八方是无奈，八方是无奈，阿八方啊一定爱台书，因为阿在八方台书，我在时代啦，我在时代啦。南方呀，那个天气啊，阿潮多。啊，农这个农业社会，所以南方的那个气候特别好，啊，好就好了，不是不，所以是南方的气候，不是北方的气候。你这个时阵，南方可别别同你北方飘移，北方飘移，北方飘移是按北方在作用，
后刚才老婆出去，然后第一个时阵有一个叫林建中的包厢，他这个，因为他们在建筑都是要五人，对不？啊，遐来白头一个村啊，拢全村变咧有拍钱，所以这五人若要走，拄啊困难，反正都是，所以。遐白人大陆遐小台，啊好白人无路咧，所以也无需要去拍人，去拍遐黑人，所以北方的白人比较小台。你拢大家拢无同我同一挂，比较小台，所以北方，你若要小台是大家去看过，看我看侪酒，看遐个酒做啥酒，我一酒拢生得遐遐遐，我虽然看侪酒，但恁那干啥物酒，让我睇下，就睇下我睇酒。不是剩那个酒的作用的，所以咱把后个遐讲讲，来，咱个来争取，咱来一个，来一个点点，点点六个月，前头六个月，如果一年六个月一定可以，后来变成几年，后来变成两年，后来变成三年，后来变成四年，那还，那个老婆们，那个老婆们也是安怎样，到大后来说，他挑剔。我刚才在那个林建国，这个小孩子的名字好，这个林建国头头够好啦，没得爱哈佛的，这个头发够好，你看我寸脚，你看像我寸脚，虽然我改好了，但是我改好了我还是穿不上的。如果不改好了，我家人都坐后边，坐后边都是面，后边别坐旁边。啊，因为现在是要住的。这样来过又不行，姐弟，那我两个家家吼，那头一摆那个那个那个退出来，要卖几块钱，只能够多卖几块钱，也不敢讲。如果你没讲，哦，我搞你好，你先做十岁，你来一个，你来一个来十五天，非常反对。啊，其他我两个下面的十岁个我非常反对，你别客气，你那么搞个搞惯了，你别来争辩。所以回赶快去睡，不然哪个都没去做片。这个太阳还是照太阳，其他我来去太阳呀，好点啊。不然，这个南方的偶然去睇，你啊南方的地啊，啊南方的偶然去查个发烧，啊去查这个红叶老板，不然就这样干干。这不，啊水电是安尼，几万的啦，几万的啦。奖金不退，这个还是我的。你看，这个也是你发现，就说两百块钱一挂，你看他们做几种、做几种证件，加起来不是一倍，还是一百是一倍。然后，哦，这还太大了，然后接受你两百块钱，我好，你这样，你导航我准备出来。别人明天我们安装出发，你别说现在就没在出发，那你就理解了，那你就高明，你跑到太阳，你好爸好两天两天两天后面出发，你别说出发，爱你个几个吧，行，爱你个几个，不行不行，爱一分钱你看他的钱给他几个块，二百十一。啊，是安怎咱咱就发现在讲伊袂使好死，啊伊嘛是现在讲咱这袂使好死，啊是确实好死，啊你上面，你上面你家己就出去，哇，唔敢出啊，唔敢出啊，讲了啊，明天放假啊，就是，大海，啊别出啊，别出啊，你要点到钱，别出啊，别出啊，后来看见爸爸别出啊，别出啊，你这两个都若干天理，不晓得。我把伊哩当工来当事嘞，啊伊啊个出发，你听我听着讲电话就是这个，这个吼，这个这个马面上公墓，当作大家这个这个有公墓啦，迄就是我把伊哩的土地啦，伊个田，啊伊收个，啊个人安尼出发，就是，好，出发哩就老公下个就，下个就动作。后面来的东西多一点，好了，乖乖给他搞一块。嗯，就是教练明天的意思，很重要。因为按照人看，这教练的意思，因为明天的功能是比较多，我不是老多，广告，你看看这个，这个，好，反正我看到一个，
十个世纪跟十世纪，迄个交界内底上界伟大的一个武术家叫托斯泰。那么托斯泰，安平真是头头伟大。托斯泰，他是历史上最高的职业，一个台湾，包括那托尔扬，包括永安的，包括还有这些二十三代的，这些这些这些。现在都开百万了，现在百万了。开工地起来，再拿那些工业地里的工业，其他就为了哎，人工人为比较少，比较少人工。那其他那些零件不是太容易穿透，这些东西太容易，它零件处理好。阿南到今天已经遍地为遍散多遍哪里好
当时伫咧国家听讲要即、這个叫啥物加油，我嘛要加油，即、這个叫做民生。那你该联手，我们该联手的。你搞联手，我搞联手的。你搞好我搞搞不好呀。你也搞也搞不平，哦，我也搞别人家，我家是干的家的，就是怕就是干的家的，对不？那还来比个莫他不莫得修，那你管他个莫得修？那你搞别人家的都有这问题，那手机上收到别人家的都得，我老天爷，你死个！所以你平时你讲，你在上面两天才见，一两天一两天就去跑场比赛。我说你要人家的讲，顾你要人家讲，我说不去搞，顾你要人家讲。所以你讲一点点的事，你就会反转。你按照有配置和这个，有些够好的，不你别看，他喊你我看差不多的。所以有些就是放屁的，
伊总先过一个，过了总先过一个，吼、哦，啊好，无咧就是而且，啊就是到我不管，你甲我讲迄句好，我唔错你袂错，就是负责我不管，结果咧，规矩，大家拢在做你，对无？啊，这连整个头你袂爱，就是啊，伫咧迄个伫咧伫咧迄个迄个啊，大家咧要比比啊，这个我发到绝对上，我到要要投你起来。啊！你现在这个比较高，比较低，那这个钱你他不认识哦。哦，他所以我说的话，你是不是？这个公司就是他，你们讲的都是这个公司的，我办办门口的呀。基准基准是无属于的，他现在他妈不干可以。我就你他那公安公司干啥都行，这是我们领导的一个高位领导。好啦，今天就停产哦。停产，对吧？那今天大家呢，准备干什么？同学。